一定不要拼最后一枪一千五，因为等到1500米。
上海的刘立文也是成功越过了1米6，刘立文在今年也是达到了1米75的高度。在2018年的辽宁锦州，刘立文也是创造了1米81的 PB。香港选手杨文伟。好，结束，谢谢。我们现在看到，在接下来赛道上，我们现在看到道士尊已经放在了从三道到八道当中，稍后将进行的是女子800米的预赛。由于王春雨在这次东京奥运会当中的出色表现，我们对女子800米现在也充满了期待。接下来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项目，女子800米的全国纪录包括亚洲纪录都是由非常著名的刘董指导创造的1分55秒54，而王春雨这次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1分57秒整的这样的成绩，排名中国历史上的第4位。我们从60年代的山东的胡歌珍，到1989到90年代的曾经在世界杯赛上拿到过第6名的孙素梅，而且他也是1988年第一个参加汉城奥运会400和800的中国国家队的女子中长跑项目选手，也是在亚洲女子代表亚洲女子首获2分的选手，老将孙素梅。在我们的国内历史上的前4名，分别是1993年北京全运会当中由刘东创造的1分54秒54，以及当时许云霞获得亚军时候创造的1分56秒24，包括刘丽当时获得了93年全运会的铜牌1分56秒96，这是我们的历史上的前3个最好成绩。而在那以后，王春雨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了中国历史女子800米第4好成绩。在国内的前十
比赛即将开始，请各位暂时保持安静。也是在这次比赛当中，还是在这组的八道中，800米。
再次夺冠的时候，应该是上届全国的冠军，再次夺冠的时候。